车已经到了啊，主驾是没有人的，但是在副驾有人。后四位。立即出发。应该是个真无人驾驶出租车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避让。哦，他是掉头。对，看到在主驾是没有人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副驾也会有一个小哥呢？小哥，这个是远程，空调给他调低一点。无人驾驶的优点，它的优点就是它搜索。